车呀？我看人家开的。我看人家怎么说的。刚把手机给你，我把手机交给我，包你的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正在写出来的。有些该穿的买物件，我就不点。你让他在精致的夜市里找到了人生的人生。好，那我是记错了。原来没画过位置，好。